又打不开刚刚的手机。哎呦妈，刚刚的那个发现美图手机好像不能直播了，现在总是会坏掉。晚上好。突然发现头上有这个哭嘛差的一点点。嗨，晚上好啊。小马尾好可爱呀、啊、今天 Mio 的生日公演，所以就大家都在的双马尾。是这样。每天都好看，嗨鬼鬼，嗨你好，近期直播很平啊。对啊，你们说让我直播，然后我就来直播了。这次有了，对，刚刚发微博了，然后大家就说，咦，你今天化妆了，来直个播吧。好像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，哈哈！你们宠溺偶像，那我不直播了。嗨，大半夜的，对、啊，这是刚刚公演回来，真体贴，十字架，对，今天是坏、邪恶的人。嗨。十字架可爱，喜欢你。嘿，富文内那双牙动人，小山甘美人，云在何？嘿，富文内像个海豚。眼角那个是纹身贴吗？并不是，是我用眼线笔画的。嗨，杰尼龟。对，是杰尼龟，是毕业了的杰尼龟，刚到家，嗨，来啦来啦，来啦来啦，这是库玛给我插的一点点的，那个刚他，我一点点的还没用呢，他就给我插在我的头上，不过跟今天还挺搭配的，我就没取，竟然会说白话。我发现我就是很奇怪，突然就是感觉自己来上海那么久，感觉粤语进步了很多，然后上海话反而好像不太听得懂，感觉是粤语不小心懂很多。凌晨好，凌晨好啊，过十二点了，今天双马尾超好看，有点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我以为会很像奥特曼，结果没有想到我这么可爱。港都终于看到了，看到什么了？看到直播吗？眼袋有，对对对，这是泪痣。是阿星教，就感觉好像莫名其妙听太多，好像就能听得懂。双马尾的关不掉，意外的超爆。对，我也是比我想象中的要好一些，我以为今天双马尾的那个关不掉会很蠢，很像个幼儿园的人，结果没有想到好像还不错。乌龟 solo 曲好棒，谢谢，耳濡目染。对，突然卡壳，以后会经常双马尾吗？你们想看吗？想看我就不砸。双马尾的关不掉是另一种感觉，不错。你刚刚哭马在直播，刚卡住了是不是？突然网断掉，好好的，你啥都好看，宠溺粉丝，宠溺偶像和宠溺粉丝，有本事光头，那这个你们还蛮重口味，会客家话不？我没你讲，这是客家话吗？我没你讲，又甜又好看。对啊，我也没有想到今天双马尾是这种效果。眼睛上是十字架，我自己画的，呵呵。潮州话，潮州话吧，潮州话。
截了很多图，都说截了很多图，可是我只看到了有一个小孩发的截图，还有一个动图，关不掉，真的太棒了，十字架，对的。嗯，晚安，晚安，好像是有点晚了，今天就随便直播一下吧。对呀，我每次一发微博，你们就十字架比较少的蚊子好看。嗯，好吧。晚上吃饱了吗？我刚刚有吃一点东西，还挺饱的。去超话里面有，超话里面有哦，超话。超坏，一下没反应过来。来一首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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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不听得到？晚安，晚安，很想跟你说声晚安。为什么这个声？为什么声音那么好听？因为遗传。来一首眼神加速度，现在。还是要结束吧，准备睡觉了啊！要去签到了，都07分了，你应该签不到特别前面。手上拿的是一点点的那个上面的小星星，一下一来就走啦！什么叫一来就走啦？不晚安，你要开始修仙了。今天是周末对吧？反正明天也不上班，明天不上班，说飞不得飞。今天关不掉，感觉更用力了。对，我今天有稍微用力一点点，赶上末班车。哦，今天有晚吗？今天会不会太晚赶不上末班车？去看电影嘛，关不掉以后会顺畅，大概下一场应该就会顺畅了吧。我之前看到有人说前三场大概都不会顺畅，我想说哦，对，那我就凑够三场吧，那我今天就没有顺畅。只是我有唱出来，但是我发现哎，好像并没有声音，我就对，看电影吗？身上不容易期待，好久好久没见了，对，所以身上应该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吧。在直播自虐，他直播自虐是什么意思？期待生产，希望不要就是出意外才好。又卡又卡，不要卡，我求求你了。啊，又要断网了吗？啊，不卡，身上干了应该能感觉到口水吧？哪有，你真是的。那干位应该很贵吧？没有卡，吓死我了！卡卡卡卡卡卡卡，关不掉身上的难度吧？应该吧？谭松韵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有看过那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哎，叫什么新名字？叫怎么？哎，突然一下想不起名字了。叫啥？最好的我们，对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情怀？什么植树？哎，叫什么？耿耿于怀，耿耿于怀，是吗？对，就是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个很可爱的小偶像。你们告诉我之后，我就知道了。你要睡觉，快去睡觉，耿耿于怀。对，当时播的时候我也有一直在看，这是我少数跟着大家一起看的电影。边唱边跳感觉难度好大，怎么总是12点过了开始播的？因为我今天要修仙。耿耿还叫迪迪，哈哈啊，好好笑。对，因为关不掉，所以要晚上直播。因为今天公演了才回来，所以就比较晚一点。迪迪好好笑，发现你公演后会直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化了妆，不想要浪费。
因为修不动了，年纪大，休闲一下。感冒了吗？最近我直播老是有人说我感冒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感冒。化妆归好看的，每次化妆都在直播，因为不想要浪费化的妆。想看水，因为你们今天好热了，今天很热情。化这个妆需要多久的时间？陆星河很帅，对对对。啊，小乌龟果然直播了，呵呵呵呵，你好 ，hello hello， 素颜，声音有磁性，声音有磁性吗？唱关不掉的时候把动作改成双马尾，这是什么？什么叫做把动作改成双马？小乌龟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记得你，你就是安利，就是在直播里面安利别人唱关不掉的人，对不对？记性是不是很好？素颜好看的。这个十字架可爱是吗？十字架可爱的话，那我以后就画十字架好了。我以前是在这里画一颗星星。你们要觉得十字架可爱的话，我就会之后考虑画十字架。好傻的，就是扭一下双关，很像开关是不是？可以猜一下下次画什么？画乌龟。库玛说超想我，对啊，我今天一来，库玛就今天就感觉用很可怜的语气跟我讲话，我就想，哎，库玛今天怎么怪怪的，怪不得有点不舒服。库玛还画个六芒星，六芒星也不错哎。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，阿姨好，什么？完蛋，是我妈妈来了吗？她请我喝饮料，她请我喝什么饮料？库玛其实很腹黑。说的没错，腹黑我也喜欢。嗯，库曼在呼叫我，呼叫我什么？对我紧急呼叫。可是我冲过去的话，直播会断掉。叫我过去喝饮料，喝一点点，我也有一点点还没有喝完。啊，是吗？库曼让我过去，快去！啊，真的假的？你们不会骗我吧？你去他的屏幕。哎，真的假的？很急，很急，为什么？那我去了，你们不要骗我哦。哎，我先遮一下镜头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不要骗我，你们骗我，我会生气哦。上次你们就骗我，这群爱骗人的小孩。等我拿一个饮料过去喝，嘿嘿嘿嘿嘿。不要骗我哦。没有画面，因为我手挡住了，因为我这样拿着走路应该会很崩。过去吧，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？你们？我原来开个直播好了，我们三个人直播。库曼，你看你给我插的这个，我回房间发现它还在我头上。什么？这个？我原来开个直播，你们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嘿，我就说吧，可能刚刚就突然没有了。成员版口袋48。好了，有了。开始。到了。对了。一点点。我的脸挡住了，我的脸挡住了。我忘了，我就觉得这里光眼怪怪的。晚安，早点睡，拜拜。哎、哦，已经晚安了，有人要去睡了。我怎么光怪怪的呢？ 我这里好不光哦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来了来了来了！哦，你人要往后一点，对，躲过这个光就好了。干嘛躺奇怪的地方？我躺到了路。奇怪的地方有没有宝宝？是个宝宝，有充电器。老库老库用脚勾了一个充电器给我，脚把充电器勾起来。咋着我就不带了。妆都化了，你看我。妆都化了。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我的眼影都掉了，今天丑丑的。今天丑丑的就来给你们直播，看我多精明。别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这个挺好喝的。
尖叫，我有没有？这是你们最好喝的一个，你尝尝。我有没有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？就是我有我的妹妹。再给你两分钟。我有一次陪我妹妹去看电影嘛，然后她就买了一瓶尖叫放在我这儿，然后看电影看到一半，她对着我说尖叫，我们在看《哈利波特》，她对我说尖叫，我说什么尖叫？然后我，你开了吗？里面有那个。然后我就说。他就对着我说尖叫尖叫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就说啊，你真的尖叫？我就啊，他说你干嘛？哎，真的难喝吗？耶、yeah. ，旁边是 Luna， 好开心，抑制不住的，抑制不住的、oh. 开心，他感觉被毒到了，感觉被毒到了的样子。其实还好，就是有点酸，看看吗，但是有点。有点恶心的酸啊，对吧？吴哥，你不是喝过吗？我记得它不是这个味道呀。哦，还有很多颜色的，可能你喝的不是这个颜色。好难喝。哇塞，这是药吧？是超难喝的。这个好像黑松沙土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哇，我喝你那个，我现在有点头晕。不至于吧？我现在头晕，啊，我要死了。好难，起来能起来。好难，我也不用起来。太过分了！你听他跟我说什么了吗？什么？中药味。差不多。有人说黑的问题。你也黑了吗？我这里光好奇怪。刚才有人说让我加在可乐里，骗可乐你骗你喝。谁那么坏？你的粉丝红色的是人参味，你的粉丝哪一个？就这个还有这个，真的吗？我来去掉。我都看，可以往前吗？我们就可以一起。我都拍不到。哎，你看，我在这里暗中观察。暗中观察。你要角度摆好，我不能拍到你。这是我的摆不了。对。我在充电，所以我摆不了。有还有没有架子？还有没有架子呢？有架子不？架子，架子，我就是你的衣架子。不要说奇怪的话。我就是镜头晃很厉害，我手拿着，手拿着，一股洗脚水的味道。洗脚水。不行，我要喝喝自己的。暴露了什么？洗水？你喝过洗脚水？是那个。好可怕。他们说的。我在库马里面露。嗨，不要来挡我进去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有点晃，我刚刚充电，好坏啊，没有喝过洗脚水了。蛇草水，我觉得蛇草水真的比这个好很多。不拍他了。你看他不拍我。不拍他了，云南踢出我的直播间。不是什么不开心了，这是我自己今天买的饮料，果汁。他们劝我喝了一个很难喝的东西，我生气了。乌龟好可是，好可是什么？这个好难喝，这很好喝，吃没复合。是夜宵。好喝。凉席加洗脚水的味道。你喝过凉席？不嘛。是什么梅果汁？我不知道有什么。这个看起来，这个包装可能有草莓汁。可乐味道很像。草莓果肉。这跟可乐味道很像啊。真的吗？你要喝这个吗？那个是什么蛇草水？洗脚水喝过一次，好像你很厉害。什么？你这好曝光啊！对，因为我在这里就很曝光。你往后一点，像不像？嗯，这样就好。你往后坐一点。那我只能这样靠着。可乐味道，嘿，你压在我身上了，龟龟。我已经感受到你灵魂的重量，快起来！我的脚要断了。高考统一时间，好美啊！七号吗？不是八号。老陆好美啊！老卢，谁老卢？你老卢。真的吗？现在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三个在直播、啊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们三个还在同一个地方直播。不管了，你们都是修仙。草莓半脑浆冰淇淋。我开了。他们说一口能成仙，但是我本来就是仙。我的妈！我们三个在自己上直播，好丑。你有闻到吗？我。怎么办？我今天有点亢奋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啊？因为我之前说八万粉要喝的。八万粉要喝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你喝，你骗我喝。云南这个就是有可乐的味道。这个也是吗？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。这是什么？怎么有牙膏的味道？怎么你挤牙膏？这个也是吗？尝尝啊。这个也是吗？对对对。
它的。你刚喝过这个了是吗？泡，你看。那冒气泡听到吗？瓦格斯好喝，真的假的？啤酒这是。这可以喝吗？可以喝。好喝？还好。还好吗？给我尝尝。这个挺好喝的。真的啊。牛。乌龟也中了的感觉。好像不太好。这个表情真的不是平时想做能做出来的。太难喝了。东北格瓦斯。怎么会有这种饮料存在啊？东北吗？来，东北喝。不知道怎么说的味道。啊！我第一次喝这个。谁跟我说好喝的？好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。你试试这个。这个是那个黑人牙膏的味道。这不知道是什么味道。张鑫在里面代言。表情一截图。是某宝，哇个好喝。这个哪里好喝啊？这个。有人说好喝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面包味？这哪里是面包味啊？天哪！这是什么？嗯，你买了感觉喝了一口牙膏，对吧？是牙膏的味道。对啊。刚刚你们谁用那个电动牙刷跟我的阴毛？这种饮料发明出来是为什么？啊、哦！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牙膏好吃。不，这不是牙膏，这是牙膏。虎皮膏药的那种，这明明就是牙膏，是那种膏药贴身上那种膏药的味道啊，就那种你身跌打损伤膏药的那种味道，有点就是那种红枣味，哦，红枣味道，好难喝啊！天哪，红枣味，嗯，那种红枣，红枣味，这个味道好，有点想吐了，算了，不喝。好难喝。那个什么黑松沙土还是风油精味可乐是这个吗？嗯。哇、哦，这个是那个虎皮膏，就是那种膏药的味道。还有什么吗？高眼睛，让我来极限黑松，黑松沙土。那个名字好耳熟哦。黑松沙土。黑松沙土。哎，这里面是不是有酒？感觉我有一种喝了酒的感觉。啊、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耳熟了，因为以前有个叫黑松的贴吧的人一直黑我。黑松的贴吧是什么？一个 ID 吧。好像是。哦，它松黑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怎么感觉是白天？今天好像烧的厉害了，都在这里说松黑，啊，是松黑，你也听到了吗？完蛋，被听到，我开这个，我开这个，对我一直挺想见他一下的。我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？给大家喝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夜蝶。你就在这个时候才觉得我是大毛了。他们还可以送出夜蝶是什么？夜蝶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。送给我和库玛夜蝶吗？夜蝶。林间唱哎不啊那是悄悄的，这是什么？是香青色的香蕉。哦，好酷。好可爱。隔壁的香蕉。他们做出来很好。啊，好可爱，库玛。哦，我要记得把我的这个袋子。怎么办？我要是试一下晕倒了。中药好喝吗？真的，夜蝶。朵朵醒发卡喝过这个，但这个瓦格斯跟别的瓦格斯不一样吧？我记得之前有那个别的那个瓦格斯好像会比较好喝。喝法琳达。唱歌。我又没有做。都是土豪啊！有人已经预言你下一句的话，难喝死定了。妈妈。不要这样。妈妈。隔壁的香蕉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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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格瓦斯不是瓦斯格，格瓦斯不是瓦格斯，所以格瓦斯不是瓦格斯是什么？瓦什么绕口令？瓦格斯没错，小傻鸡这是什么？一口啊！喝醉了，这会喝醉吗？是男人就我不是男人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追。看的瓶子怪怪的，现在是不是很晚了？大家应该睡觉了。会喝醉，真的会喝醉吗？哭吧，我还想看你喝醉哦。嘿嘿。很容易的，嘿嘿，库玛的笑的是嘿嘿，
嘿嘿，一秒变华仔。你就是假货吧？我喝没感觉。真的吗？鼻塞，对，有一点。你就是假货。那喝点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是真货。这个很像。这个啊、哦，每一个没有一个好喝的。这个很像没有糖的雪碧加王老吉的感觉。我觉得老酷可爱，老酷当然可爱了。老酷。乌龟阿姨，别大家哭嘛。请叫我徐姨。林楠的口味比较奇怪，哪里奇怪？林楠给我的备注是李哥，我真是醉了，李哥，不要说出来哦。我觉得挺酷的。然后给他改个备注叫林姐，李嫂，你都。所以今天是谁说叫徐可以叫徐姨来？徐姨，吴彦文是吴妈。然后吴彦文说自己是吴妈，吴妈，他说感觉很像那种。李哥，李哥，就是备注改成李哥，然后他后来，哦，这里有个棒槌汉族，不是吗？老师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之前以为他是就是马老师的粉丝，然后我改成李哥以后，他发朋友圈，然后我一说说，我说李哥是谁？吴妈是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面的角色，对，我是男妹。啊、哦，好痛啊！这个。是男人，李哥，我觉得还挺酷的。哥哥，因为之前，好可怕，吴妈妈桑，吴妈妈桑，不要，男人哭嘛哭嘛哭嘛，李哥要哭了。林楠是男哥，之前是之前选男妹一个土妹，为什么他是男妹，我是李哥？我觉得他是。我觉得李哥有点挺反差萌的，女生变，他没有变，他只是暴露本性了。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之前许杨一卓叫我韩哥，被我阻止了。韩哥听起来还不错。是吗？对，哪像李哥听起来。李哥，韩姐和鹿晗差一个字。徐他姐姐，你喜欢什么唱歌？韩哥、龟哥，你不是直男吗？那些弯男，鹿晗，徐神，韩老大，你是直男，龟大大，韩哥，韩哥，哎，韩哥听起来蛮帅，真的假的？哦，那叫我韩哥吧，韩婶儿，韩哥，汪红我超，我们买了超好喝的饮料，快来玩！佳佳，直播间他居然进了你的，对呀、啊，他最爱哭麦了，我知道。哭麦是我的，饺子，饺子快来喝超好喝的饮料，真叫好喝吗？好喝。哦，觉得 H， 他说觉得 H 队长的白的都很腹黑。是喝不到的饺子，龟姐，红色尖饺子 ，Hello， 饺子也出现了，对啊，有后，韩哥，社会，你龟哥，法号韩龟，你说什么？南姐，没有，我不要讲南姐，哭马的套路，韩社会，韩社会，林妹妹，说什么？哦，对。我今天的那个梗还没讲呢，就是那个《还珠格格》不是在说如果你是皇帝的话要什么角色吗？皇帝就是如果你是皇帝的话，我突然我想到，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讲，就是我想的是让 Luna 当香妃，然后张馨演那个蒙丹。张馨好可怜啊！你不觉得张馨演的时候感觉很像蒙丹？给他围一个头巾。怎么可以说张馨像蒙丹的人太坏了？你明明笑得很开心啊！是不是？我下去一说，结果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刚不讲？你觉得阿馨的表情包很像蒙丹？阿馨的表情包让我非常。阿星你觉得可以有心有灵犀。我突然捡到一个架子。容嬷嬷。哎，我有架子了，耶！乌龟有架子。是我的。我这个是我的，哦，这个是你的，哦，这个是你。对，我们房间。这样捡到，你会告诉阿星的。嘘，哦不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有人投诉我直播的时候总是。不看你们说什么，仔细想想确实有点像阿星委屈瀑布，阿星还挺开心的，他说耶，我又有表情包了，
解放双手是不是很爽？我会喝个这个吧。这是什么蛇草水？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最好的吧，应该。这个有点雪碧加王老吉的味道。为什么你今天这个都这么难喝？是我的味觉有问题吗？为什么没反应呢？它就是有气，那我那天喝到的是没有气的，可能已经气没有了。你那一罐可能还放了三天，尝一尝。啊！怎么那么难喝？没有啊，不舒服，我不敢喝。没有那么难喝，我没还相对于还是忽悠我们。我没有，我真的觉得还好。闻不到味道。相对于说来算还好，但它的气很冲。啊！发生了什么？没那么难喝、啊我刚刚想说没那么难喝，是我的问题吗？你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那个偶像节那天喝的？没有啊，哦，我一般玩游戏是会赢的那一种。它真的不好喝，难喝到哭，真的难喝吗？真的很难喝，你大喝一口。干嘛要大喝？因为我听你说不难喝，我就大喝了一口。我刚刚也说不难喝啊，然后结果一喝，难喝死了，超难喝。没有吸管，我就不喝了。嗯。吸管没有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那么好。周刊少女开始了，我知道啊，秒打脸！我刚说过好喝，生活过得很辛苦的话，可以喝一口这个。不管多难喝，冰镇一下都喝得下。太棒了！里面放点苏打吧，真的太冲了，那个气好。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啊？世界上只有可乐是最好喝的。听到了吗？你家的主页已经直播。啊！我就听，小子，快来！我不喝这个，我知道这个，你不，这个不难喝，真的是吧？对，我刚喝这个不难喝。你逗我吗？这个是我一年前的整人方法，你现在来整我？小子骗不了。这个不难喝。快来！这个我也整过，我之前是在淘宝上面买套装，这个、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东方树叶、格瓦斯？我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套装，一年前我就整过人了。你说这些人，格瓦斯和瓦格斯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前期太傲了，有瓦格斯，瓦格斯太土，是你太土吗？你还会被骗？来试试嘛！哦，他们说，他们有人说五种饮料放一起试试看。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一起啊！来，饺子，我不喝，我们来玩吧，这样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输谁喝一口，谁输了谁把这一杯喝光了。不行，喝一口就可以了。不行，要喝一杯。一杯无法。我们拿个那个吧，拿个什么空，就是空杯，空杯子。这儿有空杯。就倒在一起，混合，你们知道吗？会爆炸，有毒，会不会当场毙命？当场暴毙。我不要跟林丹石头剪刀。因为你会输吗？对，你们觉得会？我也不要跟林兰石头剪刀布。我有线，你有头吗？好像有头，给我一个头。就那我们来这样吧，就是先打好112，我们120吧，112是什么鬼？接歌吧，接不上歌的就喝。我们不猜拳，接歌猜拳，我都不怎么听歌的。不，我们不要。那我们来唱李歌。李俊阳李哥，唱李哥，他们要欺负我了。哎呦，这个，我要那个啊！来吧，我们来对什么？不要，你们是你们擅长的，拳王露娜。那我们不公平啊！那我们来玩什么东西来输了的喝呢？嗯，你看我从酷妈这里抢的，好可爱。那上面照片随便挑，真的真的随便挑啊！有的说谁输了让饺子喝，谁？你你小心一点哦，你裙子啊，小心点，我这边容易拍到你的腿。唱带数字的歌，唱带数字的，三三点九。哎，可以唱数字的歌，乖巧。玩剪刀石头布。玩什么？我们要对要冲吗？这个能玩吧？来，这个要洗冲一下吧。我要休息了，我不跟你。我就是，小智能帮忙冲一下吗？我们来对五种饮料，抓阄最公平。我来当裁判吧。不要。不行，你要参与。不需要裁判。不需要，这个游戏不需要。我感觉这种事情是很注重人的，就是不人的信誉的。就是我啊。对。我们大家注重人的信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信用啊！哭完突然崩掉，什么？
没事。啊，花山医院今天晚上开门吗？不，等一下喝死了之后可以过去洗个胃什么的，说不定还有救。等一下，我没有跟到你们的笑点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一起。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在笑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林楠开车刚刚。林楠开什么车？林楠刚开了一个大货车。他开什么车？没事没事，来，我们来倒饮料。那黑松就是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来接歌，然后输了的就喝一口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买这些东西自己喝呢？这种东西不是买来整人的吗？你们是钱多了吗？是不想活了吗？ 是活腻了吗？我大概一年前说80000粉的时候要喝。那你喝，那我们喝什么？嗯，大家一起分享嘛。大家一起来，嘿嘿嘿。我不想喝这个。来嘛，我们来玩嘛，那样比较好玩。真是的，都不好玩。对，我不会。对不对，饺子？我只整人。我想我之前整过谁？哦，我以前整过绵羊的，我把这个舌头整绵羊，绵羊喝了一口，似乎看到他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。这个我们上次有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喝过，这个就没有。不是，我当时因为我当时还住二楼。然后还有那个透明杯子，我就把这个倒到那个透明杯子里面。啊，以为是白水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说就是一般的饮料。这个、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好像在排练，我当时还住到二楼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很纯凉，纯凉。然后绵羊就很相信我，拿着就去喝了，我就看他眼泪在他的眼眶里面打。总不如去坑别人嘛。那我们怎么坑别人？跟阿星吧，阿星一定会很傻的相信。不会的，因为我以前一年前已经整过了，他要是再被整的话，我知道吴彦文啊，可以。他怎么去整呢？你就莫名其妙过去，兔兔，我给你喝杯水。就说怎么整？怎么整呢？来，你们来想个办法吧。嗯，林楠好怂的。哎，你闻，我闻一下。看到我眼，你看到我的眼泪了吗？看到了，我一下就出眼泪。怎么办？好多。一姐今天没直播吗？信任就这样远去了。是的，就是所有的那些难喝的东西加一起。混合了吗？你们已经？我全部都倒进去了。全喝了。还好。女神，你有毒吧？真的还好，没什么感觉的。你看。你们有积木吗？真的还好，你大喝一口，一闻不行就骗人，一口闷，怎么办？我大喝一口没有什么奖励给我，我觉得好亏。奖励你一个吻，奖励你两个，加一个，就太感谢你们了。林楠，嗯，没有呼吸了，没有呼吸了，他居然还在喝，我没有觉得很难喝，你不觉得闻起来就很可怕吗？你是人吗？他是广东人。怪不得，我的天哪。我现在觉得我手上都有味道。我考虑帮你们一口闷了。别吓我。人工呼吸。我考虑帮你们一口闷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来了。女神，你好拼哦。我来了。你好厉害。我是真的觉得不难喝。他们都以为你是福建啊，现在。都是你们害的。来，这三个是广东人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候，南哥厉害了，这是李哥。不行，你们要给我点勇气，掌声。角哥，角哥，王哥，王哥，像那种。快点，你们给我掌声，守门的王哥。快点，我要体会一下在舞台中心的感觉。你能为了我的吻这么拼，我好感动。不要给我吻，算了。不要！爱拼仗，爱拼仗，拼了！我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我开始反胃了。哇！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歌，《吉西里》。再来一遍。气氛靠大片，真的不难喝。爱别而家。哎，为什么不怎么难喝呢？哇，果然爱拼酱很拼。爱拼酱很拼，不是很拼，是真的不难喝。
天哪，再来一杯吧。那我们要去，我们来去，我们拿去水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没水。我给那个，我给那吴彦文发个微信，我挺满的。有那么难喝吗？没那么难喝。饺子饺子放弃，不吃。为什么我都喝了，你们还加我？你为什么要摇起来？哦，记住。然后我的八分粉的。掉了，完蛋了、他们今天都说我很奇怪，说我有多动症。整阿星吧，你这个是假货吧？很难喝啊，很难喝，我们都喝的要哭了、我觉得还挺好喝的。女神有毒，女神有毒有毒。哎呀，你这是假货吧？你是假的吧？你是假的吧？贾玲男，贾玲男。我干嘛来着？是什么？摇头。我们一起给他发语音吧。真的不难喝，你们先试一下。没有什么如果。Party girl。然后我们一起叫你。Sexy。笑容。那个叫什么？哦。好，莎莎，你跟我一起扭哦，你可以吗？我你睡了吗？穿上黑西装 ，Say goodbye。他们两个疯掉。是那个小分队的歌啊。没有，真的不难喝，感觉挺小清新的那种。还有你喝多了。好嗨哦，这个歌还有吗？还有还有什么嗨的歌吗？我现在我觉得我胃。我们来放我们的歌也可以，我们可以坐着跳。好。I hate you， 哈哈。能疯了吗 ？I hate you， 哈哈。好喝吗？他们说我喝傻了。没有。来，我是那个镜子，我是镜子。我是镜子，来吧。哎哎，米友米友，快来快来，米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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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米友！不不不，你不用进来。你想喝哪一个？你想喝哪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这些东西你想喝哪一个？有百花蛇草水，有格瓦斯。老婆，你喝了吗？他把这些所有混合的全部喝了一遍，混合在一起，那个味道我一闻，我的眼泪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喝完了，我真是太喝了。你有一天试试吃下这个吧。等一下，我再喝这个。这是我今天罗森买的。我以为也是这里面的。不，这是里面。喝尖叫吧。你把嘴巴张开，这个还我这样给你。这个红色就叫我的。你的嘴怎么了？阿宝，阿宝色懂不懂？吃面了。阿宝，你有现在给我煮面，你有现在自带阿宝色滤镜，有点辣。你们煮什么面啊？火鸡面吗？你好直哦，好笑，不是吓人啊？嘴上的油吗？红色的，好可爱。为啥小？换一种吧。你要听啥呀？我练。I hate you， 嘘哈。啊，可以。手腕怎么轻了？下一首，唱一首《爱黑》。摇起来，你这么嗨呀、啊？对呀、啊。好可怕！好可怕！你们是开了三个直播吗？对，他们三个人开三个直播。你们好毒吧！我本来在直播啊，他们说库曼找我，我就过来。哎，我的牛！哦！笑死了。啊！哦，把我往这移一点点啊！他们不想拍到的后面，快到我们的趴了没有？哦，还没到。幸福被拉黑了吗？我们来配合双人舞吧！啊！孤单要跟我回家，快敲暂时放个假。快，我什么都不怕，
嘘哈，嘘哈。哈哈哈哈哈！有病吗？嘘哈，饺子已经第二次说，饺子已经第二次说我有病了。我今天观演结束之后，哈五吗？嘘哈疯了，嘘哈已经疯了。你现在需要一个那种，就是不是那种乡村飞主的那种七彩灯，七彩灯照你的脸上，有吗？有那种，有了没？另外唱的更像了，六年六年，好了吗？喝喝喝喝了，好难喝，再一个吧。我刚才已经喝过，我只能表情扭曲到那种。这个是什么味道啊？你是可以试试。想让我冷静一下，不然只有我是这种。什么都不怕，闻一下，饺子。你跟别的表情，你又闻了一下。哇，好爽！好像一个动画片里面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，他们说这个还挺好喝的，有些人会觉得好喝。这个调个花。我的天哪，请你关掉，这个人麻烦了，每次看到你我就想逃，你猜的抱怨把我整脸的脆弱而自甘堕落，你不是我想要的城堡。我已经失去嗅觉了，从不撒娇，不需要依靠，我的字典里面没有他好。 I hate you boy。 有毒。他说我们四个小偶像都是小流氓，什么我们是什么小流氓？五个人，我们是大流氓。对啊，五个人还有我。你神经病，神经病啊！说我们三个怎么了？你又说的赶紧说。来，拿起你们的饮料。哎，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。嗨。拿起你们的假酒，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，快，你就拿这个格瓦斯，快。他们说这个是乌龙金的味道，是吗？拿起你们的假酒，让我喝一口奶，冷静一下。这是饮料吧？对啊。你撒了一抹一身，好臭啊！王部长，今天晚上不要回房间了，太臭了。你去徐寒房间吧。不了不了不了，去啊。I hate you, 徐寒。三个人怎么搞了半天你们都在一起。对的，没有错。老咪咪你怕上镜吗？我没事。那我往这边移。但是我们等下把后面的挡我会挡住。哎呦，头发真的。这个充电呢，不要给你露脸。弯成一把刀，嘴角的冷傲，他丝毫不知道。人心长出了王鹿角，越是低调越是孤单。警告，世界很脏。这个是很脏对，这样有点奇怪，看起来像没有穿。我衣服全都在这个被子里。我帮我找个外套吧。我的 girl crush 开始了，表演。好了。爸，徐寒 solo。你这么多人没有。没有什么如果。Party girl。敲
完了，华山医院还开着门吗？我们把他送进去吧。我们把乌龟送到华山医院吧。到现在，那你倒是有。高跟鞋 ，Goodbye。等到我。吴总。啊！哦，你妈的！天哪！你妈的床要被你拖塌了。吓得我都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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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应该跳起来，乌龟。Crash！ 嘣！他们都疯了。所以你在嘣！他们都疯了，说的 over 了。太小声了。这一定是最大声音了。水还有点嗨啊！这真的会喝醉吗？他们说会喝醉，但是应该真的吗？应该不是，因为你今天下班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雪寒喝酒，吴妈给我们下班了。嗯，用夹子借我一下吧，夹子。嗯，我吃完太胖了。来来来来，喜欢我们乌龟，乌龟不是喜欢我们乌龟女主播的，请双击六六六，樱花雨走一波。哎呦，真的有、啊！我真的有，乌龟！好厉害！来来来，大家双击六六六啊！喜欢我们乌龟主播的，啊，还有你说的那个那个 ，Crash！ 哇，太吓人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六六六六六，到一个位，让许涵自己秀一下，快，快！我没有什么用过，这个动作，快点，来这个动作。姑妈，我不是这样子的人。年轻的时候，我这样平常这样。他就是这样的人。不是这样，我好淑女。徐涵完全看不到你们说。来，这个动作来了，这个动作来了，这个地方快。拍到往后掉，王哥管不了，管不了。你为什么笑的发出了猪叫？他笑到猪叫，后面发出了猪叫声。他在后面发出了猪叫声。诗涵笑到猪叫。想给大家看看这一只，会拍到我们很乱的房间。啊哈！好想拍。啊！哎，诗涵来镜头前表现一下你传说中秘籍笑到猪叫。来。有香菇，香菇，让你快猪叫。快，笑到猪叫。快，你会。这个也不含咖啡因啊，我觉得我是不是都混着喝，喝一起摇坏了。我都闷了。徐涵已经在困外的那个镜头前了。他们说你瓦斯中毒了。瓦斯中毒。瓦斯中毒。哎呀，坏了。没歌了。不成熟吗？单喝一种没问题，换个喝呀，疯。笑到出汗。啥酒牌？他说我们在两个世界。是我太冷淡了吗？露娜完全置身事外。
想把你的心装入口袋操作。好吧，别问我是谁。阿星来了，天哪，又来了一个。别妄想自由，只是就没有。有的你好瘦。捏自己，捏自己，捏。是左手。在头别再多拿一点，什么都包。我学不会，不够随便，是不是不够一瞬间？天哪，雪汉别抖了。喜欢无所谓，无所谓，随时奉陪。面对面零落个嘴，三两下菜的我全部不会有傻笑。外面太不像样，怎么原谅？来来，大家双击六六六啊！双击六六六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一出气，一出气。快跑吧！太吓人了！快跑吧！你要没电了，乌龟！是啊，你要没电了，插上电嘛！没有电了，我给你放电。我有电了没有，小鸡？我有电了。等会儿在瞪我！等会儿在瞪我！我跟你讲，你要瞪我！你不要给我充电，你充电我更吓人。有的你好瘦，快跑快加油！这咋办呀？这怎么办？看你手头上有雪寒，那两只手指甲触角吗？怎么办，乌龟？你这个充了电就没办法搞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把风奉陪。哎，谁过来了？咔嚓咔嚓，快来！喝饮料，大家快来！喝饮料。没事儿。我也没化妆。大家来喝饮料。谢谢我的背，喝茶吧。大家来喝饮料。大家来喝。一出鸡巴。对对对，在那边呢。拍不到你，拍不到你，拍不到。在地上。来来来来来。我已经淋到脚了。在哪里？在那边，怎么办？不是，我知道，我猜测你们肯定在直播。这咋办啊？真的，那个，我买的盗版。哇，好软哦！就在地上，你找找吧，好软啊。你还等一下，别问我是谁。你在干嘛？我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哦。怎么办？你的手机放不好嘞。我的背影吃饭。哦。啊。但是就。啊。好机智啊你。送生饮料，能收多少钱？最笨的，叉叉来喝生饮料。请把乌龟送进医院。叉叉，我今天收到了你和妈妈黑夜女神，黑夜女神啊！毛巾萌啊！不要勾引我的粉丝。哦，并没有。哎，刚刚那个没关掉。我跟他们打招呼。他等下应该会吃我。被云南的美颜给迷惑了哟。好吧，先迷惑。走吧，叉叉。回到我们的酒店。叉叉，你自己开开飞机。叉叉，你尝尝吧，送给你。叉叉，好喝。你喝一口，不会胖吗？就拿去吧。真的吗？哦，我想吃豆浆。对对对。好喝吗？好喝。真的好喝。真的真的。怪怪的。好喝。喝一口。不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太爽了。太爽了，叉叉。腐烂的尸体的味道。我刚才喝了一种饮料哎，你跟我说有腐烂尸体的味道。我的口味也是的，喝的还可以。我要进云南的镜头真的好难啊！喝着还可以，喝着就是那种腐烂的地瓜皮的味道，但闻着真的不刺激吧？喝着也不好，但是喝着比闻着好，闻着更刺激。拜拜拜拜。乌龟，你这个手机充电怎么越充越少啊？充越
可能我不太习惯它的充电器吧。它从10%充到7%了。真的吗？嗯，你在后面像一条幸福的海带。我不会说我坏话，是我笨。呼呼，别来抓住我。来，他说现哎没有没有，现在在充了。他说我什么了？哎，你们可以玩那个，就每次你们在那个舞蹈房玩那个这个。啊。骗他喝了，受不了！你这么油腻，你在干嘛？他现在居然说他喜欢的东西是你的。黑夜的，不行，我也跳不了，好油腻，油腻偶像。他不是很好了，油腻偶像。不要拆线，真的。不要，为什么这么好看的清醒？怎么这么清醒？清醒。我们陪他久，我都出汗了。今天吃的东西应该消耗的差不多了吧？不出坑的人还在放你的弹幕，转车的人还在放你的弹幕。他们说饮料起作用了，踢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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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看，刺客。呼呼，纠正我。雪寒在我脑袋顶上，好可怕呀、啊！你一边跳一边把你的这个挤掉，好像有点重的娃娃。我他们说的是什么？他们说的是头牌。头牌。你怎么踢不出去？你怎么把谁移出？把我移出？我倒了，我倒。你知道你要倒了，因为我也要倒了。完了，我今天好像看到有这个，我忘了拿回来。你都拿回来了吗？拿了我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现在你不会自己，你们会自己练了。是不是这样？那第一句，恭喜你清了专业考试成功。哦。You never know，害怕过什么，这就是我黑夜的你生活中。好，你们两个稍等，就是他的表白。今天确诊，不可能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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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苍蝇都跳快了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我哭得醒来了。真的吗，老婆？不要哭，在我怀里。就是那个，我昨天梦到我去参加一个选秀，然后那个女评委她把我给刷下来了，然后我就很委屈。哦，那是很正常的。然后我就跟他，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把我刷下了？他说你的眼睛长得太圆了，太像铁甲小宝了。铁甲小宝是什么年代？我真的好气啊！哎，你说我们一起就是一起往前面送头什么样子？乌龟来，你在我们这里，在我们这里，3、2、1。好可怕！我们来多坚持一会儿吧。我们先前后左右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是撩过啊？你在放我的歌吗？对。就是对，是超好看的。有多难看？那个踢一下腿就到了。哎，不是暴露了，因为是给我看的。然后我想知道怎么讲，我说那是什么包，还是到清洗？来了，你播多久了？把我的全部都去干滚！等会儿手机我还开。你这边看就没有刘海。小魔女学员好像有在 B 站上看吧？新番吗？太久没有看。新疆有看到那个巨人，还有腿的东西。来，汪峰来了，汪峰来了，汪峰来了。汪峰，看看。你们谁好坏？你们什么
哎，是对沈汪峰。我每次就觉得他这个看看看看，可以考虑看看。我看过《天桥》吗？对吧？你也是知道。我也看过，还有个《星途一队长》。对吧？就知道这两个。最后的通牒，滚！你是不是吴彦文的小号？虽然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他们说明天早上起来升旗，你们确定？明天星期天，星期一升旗吧。那明天不升旗，后天升旗。欢迎文学小说，哎呀，之前看真的好蠢。哎，我觉得这首歌好看，每次我唱这首歌都觉得我是天上最坏的人。想太多了，我是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屌的人。某什么什么 L 的十二号，真的我觉得可帅了。我也觉得我很帅。什么？你说什么帅？我说我每次唱这首歌都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。为什么你沉默了？因为我觉得你的帅是一种妩媚的帅。妩媚，你要先是在我很，然后再退出，这就不会等很久。这个是你们居然切掉了我的歌。对，下一首，我的音源都是来自于饺子的分手。我也有同学感。多好听啊！有病吧？这是我今天第三次说你有病了。耶，这次说我有病。耶，我说乌龟有病。耶，有病，我只想好好玩一会儿，他们考我问题，太过分了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很考问题的人静。啾，你先过来摇。很超立足。那我就是。吹太平分子结构，不懂装懂，不懂装懂，害得我头发炸成山。你怎么不炸呢？你该炸起来。这是我，铺满床头贴着的。我们这样会不会太嗨太晚了？会。想办法露蜜，想把你的心收入口袋操作，也是成功。经历一些化学作用，就让你光爱上我。是他，我妈问我为什么点头看直播。关门放狗，喜羊羊。李青阳。我们两个是镜子，你可以来。好性感啊！快扭起来，行吗？不行了，我会害羞。哎呦，什么呀？踢我！你这个是你会害羞啊？这就是你的害羞吗？害羞吗？好害羞。开始。我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不太想来听这首歌。老铁双，老铁双击666。太精彩了，这个。怎么办？他们的直播会这么感觉，我的直播平淡。
我跟你讲，你下场过瘾，你就这样跳。只觉得你讨好，关不掉，关得掉。你的愤怒在燃烧，关得掉。看你的焦躁，爱拉警报。我要你听好，我别难过。我是谁？早已会失败的高调。噔噔噔噔噔。我还给你带那个带镜头特效，真的徐涵好害羞，徐涵，徐涵真的太害羞了。像不要被人看到呀！这首歌谁？徐涵。他问，他说我们那边是不是有个华山北院？对，我们这边有个华山医院。等一下，你真的屌！等一下完了，我们就把乌龟送去医院的精神科，让他看一下。对，今天眼症太残忍了。你们想嗨什么歌？谢谢大家。哇呀，来吧。你应该喜欢我，你哦。干嘛？你应该喜欢我。哦，随便吧。不要了。你又是打拳了。我不在乎你什么时候结婚了。喜欢。哇。谁考六六？哇。吓人了，哈哈。三个直播，三个世界。对，我把头发吹下去。未来在哪里？什么没事，年轻所以无敌乌龟。我想当一个最红的唱歌的人。那你我不想要靠我的幽默才华来博得大家的关注。那你公关。嗯。HZ 是什么意思啊 ？HZ 是什么意思啊？唐仔。唐仔。
不知道怎么放呀、啊。还有我百分之真的、啊，踢出来以后就不能再进来了吗？别问昨天。人问你什么时候中考？我的小学毕业考。你什么时候小升初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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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我感觉到我的床在震，在抖，你们懂吗？英语不好，就是学生。我觉得每次，因为老师说让我们这里表现得很忧愁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每次都很奇怪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每次我每次都看到你在我前面。我这里都是用来喘气的，我们要埋着头不动吗？不要埋，我的心吗？老师不是说要动吗？然后就要说，他说说而已。他说说而已，我就不过是利益联系。对啊，我要动啊，然后我就动，你知道？别，我很喜欢这个动作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发泄哦。今天天气不好，骚扰了一场公益，好热。魔法少女。我的好热，对这个有没有吃药？我有什么想法？哦，我今天没有跟他们发药。发药什么药？他说你们都没吃药。啊、吃药跳，跳吃藕臭，吃肉臭，吃肉臭，吃藕臭，吃药跳。给你们看。你说我们一直这样静止不动，他们会不会以为是他们卡了？以为卡了。我们就这样不动吧。给我，这个是人的常规。然后不停退出锁链，退出锁链。嗯，就不要动了。好的呀。乌龟，你过来玩。乌龟，你不要动，我们在假装卡住。你不能眨眼睛。拜拜。你要拜拜了吗？不是有的人要。叫我吃药。啊。你眨眼了吗？我都跳出汗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好热。你会让我更热吗？没有，男友要来了。没有，我干嘛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俩好聪明。不是你的眼神已经，我的眼。你的眼神出卖我的。我不会唱。不要玩了，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幼稚。眼泪已是我的伤疤，成长的滋味。咋了？忍住眼泪，不让王炸。他在他自己直播间，他不要了，他去别的房间。对吧？你为什么不来？现在那都是你不小心说出来的，我也太紧张，不好说什么，然后都说出了一些很不得了的话。我是不是应该关直播？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我疯掉了。你关了也不能改变你疯掉了这件事实、啊。关掉了自己疯，不给他们看，太疯狂了，今天有点没收住。哎，几点？一点半了。对啊，那我们睡觉了吧？我刚刚就回来准备睡觉了，看你不在，到处找找找，结果发现你不在。因为他们让我过来，我就过来了。我刚过来没多久就来了。拜拜，我要去拆头发啦。好，你们先长发 Mio 的最后一天，拜拜。Mio 要拆头发。哎，你要拆了吗？对啊，头发现在长满了。头发现在肩膀下面了。穿的好这里啊，还不错哎。他现在头发已经有这么长了。嗯，那还是很短。但是他接头发很难受啊。对啊，接头发很难受。知道。对。我每次戴帽子的时候，感觉有人在扎我。你们都没事，你们都对啊，因为我满头的。嗯。有人说出坑嘞，出坑滚！你有在唱歌？滚滚滚滚。滚滚
滚滚。我剪了，今天辛苦了，这个、大家辛苦了，这个、我们也挺辛苦的，拜拜对的，委员会也辛苦了。嗯，拜拜，把别人的直播间当自己的用。拜拜，还给你了。好，我来了。老铁，老铁，用我的身体挡住直播。给乌龟双击666。拜拜，老铁。姑妈是我的靠山。那个啥了，拜拜，打不过来了。好，那我就不那个啥了。很坚实的配合。晚安。别问昨天疯狂的原因。拜拜。现在沙沙会炸。666，小心。小心，我房间很局势很，局势很紧张。我用我的。就见不到我了。哭哭，见不到哭哭。算女神的小弟吗？女神他们说你是我的小弟。关不掉，不会关掉了。是吧，李哥？我是李哥，怎么会是你的小弟呢？我是他大哥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也不爱冰冷双眼。忘记数鸭子，那我数一个鸭子我就关掉了吧。关不掉，我现在数三个鸭子。照片我会拿的。阿赫什么？害怕。拜拜。出汗了，好热哦。但是上学就不想化妆啦，不知道会不会放那种半天假什么。嗯，那我上了，开始那个了，开始抽奖了。我现在没吃不着。我们可以关完直播继续嗨呀。我想吃东西。你要吃什么？哦，我突然。我有蛋糕，还有牛奶，还有。拜拜，我真的关了。忘了。还有一个饭团。你是最后吃饭团。好，阿星给我的。可以。好，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数一数。2、4、6、7、8，驾着帆船去冲浪，恭喜你哦！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太棒了，没电了。我敢摘着路鸭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守护小乌龟的托斯卡纳。哎呀，那也会说白话话。现在我还没有关，但现在假嘻嘻还会说假话，咕嘎咕嘎，真的说不清到底多少鸭，说不清到底多少鸭。多少呢？敬意三嘛。将此人禁言。开心再抽一个。开心吗？嗯，露娜，你再数，你再数一个2、4、6、7、8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冰块，奶油冰块，恭喜你。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1，阿国，再来一个7、7、4、8、6、2、3，二三啥？你没了，哦、再来一次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6、10，熊爸爸，靠谱野兽，靠谱野兽，小号也被踢了，靠谱野兽。老哭来一个，就你说我来点一个。招兵钓将，勾勾和尚，有钱没钱跟我走。钓鱼翁，再来一个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慢慢久看，再来一个。抽三个。A B C D E F G。塞纳和这个人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抽完了，开心。拜拜。开心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应该闪过应援会的群号啦，如果被抽中的小朋友你们可以去应援群里加入铁鸭组织哦，他们也铁鸭组织就是被抽中的就是铁鸭、哦、因为属小鸭子嘛。哦，为什么叫铁鸭？他不知道，他们说的。哦，是小属鸭子，属鸭子。对的。铁鸭组织是什么鬼？老哭和你看的时候我听哭好听，什么没有看到？我要把我今天的直播删掉，我觉得很崩溃。完蛋了，我今天直播应该会立刻去删掉吧。我也不知道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已经偷偷存下来了。没关系啦，我看我去看一看，如果很开看起来很开心的话，那我考虑不要删掉。不要疯龟应援会群号多少你忘了？23333，我的群号都没有。你看一下，不过他们会发吧。拦住老哭删直播，拦住你不要删直播。你要帮我看群号，你为什么有我的群号？我
裙子小心。二三四四八四四六零，前面怎么听起来像二三三三三？暴露了。没有啦，库曼是去应援会帮我看群号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的，嗯，说晚安喽。可怕。对，二三四四八四四六，好嘞。你们不可以乱飞人，加入我群的人都是爱我的人。对，要记住你的名字哦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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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说吧。太急了。好嘞，那晚安喽。晚安。关不掉。我妈的，看的是裙子号吗？裙子号。对对对对对。晚安，拜拜，一二。晚安。李哥群号。李哥。李哥真的好适合你、啊。天哪，我今天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想想有点后。我也来开个直播好了，我们三个人直播。库曼，你看你给我插的这个，我回房间发现它还在我头上。什么？这个。我来开个直播，你们。好了好了，有了有了有了。嘿，我就说吧，可能刚刚就突然没了。成员版口袋四十八。好了，有了。开始。哇！太痛了。对啊。一点点。我的脸挡住了，我的脸挡。我的脸挡住了。我忘了，我就觉得这里光眼怪怪的。晚安，早点睡，拜拜。哦，已经晚安了，有人要去睡了。我怎么光怪怪的呢？ 我这里好不光哦。等一下，我看看。
来了来了来了、啊、你人要往后一点，对，躲过这个光就好了。干嘛躺奇怪的地方？我躺到了奇怪的地方。有没有宝宝？宝宝有充电器。老库老库用脚勾了一个充电器给我，脚把充电器勾起来。咋着我就不带了。妆都化了，你看我。妆都化了。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？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记得你叫我忘了吧。我的眼影都掉了，今天丑丑的。今天丑丑的就来给你们直播，看我多拼命。别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这个挺好喝的。尖叫！我有没有？这是你们最好喝的一个，你尝尝。我有没有给你们讲过一个故事？就是我有我的妹妹。再给你两分钟。我有一次陪我妹妹去看电影嘛，然后她就买了一瓶尖叫放在我这儿，然后看电影看到一半，她对着我说尖叫，我们在看《哈利波特》。他对我说尖叫，我说什么尖叫，然后我你开了吗，里面有那个，然后我就说，他就对着我说尖叫尖叫，我想了半天，我就说啊，你真的尖叫，我就啊，他说你干嘛，哎，那难喝吗，耶，旁边是 Luna， 好开心，抑制不住的开心。他感觉被毒到了，感觉被毒到了的样子。其实还好，就是有点酸，看看吗，但是有点恶心的酸啊，是吧？吴哥，你不是喝过吗？我记得它不是这个味道呀。哦，还有很多颜色的，可能你喝的不是这个颜色。好难喝。哇塞，这个、这是药吧？是超难喝的，这好吓人。黑松沙土是什么东西？对，哇，我喝你那个，我像有点头晕。不至于吧？真的，我像有点头晕。啊，我要死了！好难，好难，也不用起来。太过分了！你听他跟我说什么了吗？什么？中药味。差不多。有人说黑的问题。你也黑了吗？我这里光好奇怪。刚才有人说让我加在可乐里，骗可乐你骗你喝。谁那么坏？你的粉丝红色的是人参味，你的粉丝哪一个？就这个还有这个，真的吗？我来去掉。我都看，可以往前吗？我们就可以一起。我都拍不到。哎，你看，我在这里暗中观察。暗中观察。你要角度摆好，我不能拍到你。这是我的摆不了。对。我在充电，所以我摆不了。还有没有架子？还有没有架子呢？有架子不？架子，我就是你的衣架子。不要说奇怪的话。我就是镜头晃很厉害，我手拿着，手拿着，一股洗脚水的味道。洗脚水。不行，我要喝喝自己的。暴露了什么？洗脚水？你喝过洗脚水？是那个。好可怕。他们说的。我在空马里面露。嗨，不要来挡我进去。对不起啊，我手有点晃，我刚刚充电，没有喝过洗脚水了。蛇草水，我觉得蛇草水真的比这个好很多。不拍他了。你看他不拍我。不拍他了，云南踢出我的直播间。不是什么不开心了，这是我自己今天买的饮料，果汁。你上面就是我喝了一个很难喝的东西，我生气了。乌龟好可是，好可是什么？这个好难喝，这很好喝，吃没复合。不是夜宵。好喝。凉席加洗脚水的味道。你喝过凉席？不嘛。是什么梅果汁？我不知道有什么。这个看起来，这个包装。可能有草莓汁。可乐味道很像。草莓果肉。那跟可乐味道很像啊。真的吗？你要喝这个吗？那个是什么蛇草水？洗脚水喝过一次，好像你很厉害。为什么？你这好曝光啊！对，因为我在这里就很曝光。你往后一点，像不像？嗯，这样就好。你往后坐一点。那我只能这样靠着。可乐味道，嘿，你压在我身上了，龟龟。我已经感受到你灵魂的重量，快起来！我的脚要断了。
高考统一时间，啊，好美啊，哦！七号吗？不是八号。老卢好美啊，哦！老卢，嗯，谁老卢？嗯，你老卢。真的吗？现在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，只有我们三个在直播，啊。真的假的？而且我们三个还在同一个地方直播。不管了。你们都是修仙。草莓半脑浆冰淇淋。我开了。他们说一口能成仙，但是我本来就是仙。我的妈！我们三年在自己喝自己，好丑。你闻到吗？我怎么办？我今天有点亢奋。哎呀，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啊？因为我之前说八万粉要喝的。八万粉要喝。这个是什么？那你喝，你骗我喝。云南这个就是有可乐的味道。这个也是吗？我吸取了上次的经验。这是什么？没有牙膏的味道，就让你挤牙膏。这个也是吗？尝尝啊！这个也是吗？对对对。他，你刚刚喝过这个了是吗？泡，你看，三包七包，听到吗？瓦格斯好喝，真的假的？啤酒这是。你挤了那黑人牙膏的鼻子，这可以喝吗？可以喝。好喝？还好。还好吗？给我尝尝。这个挺好喝的。真的啊！牛，乌龟也中了，感觉好像不太好。这个表情真的不是平时想做能做出来的，太难喝了。东北格瓦斯，怎么会有这种饮料存在啊？东北吗？东北喝，不知道怎么说的味道。哦，我第一次喝这个，对，谁跟我说好喝的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喝。你试试这个。这个是那个黑人牙膏的味道。这不知道什么味道。张鑫在里面代言。表情一截图。是某宝，哇，好喝。这哪里好喝啊？这个。有人说好喝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面包味，这哪里是面包味啊？天哪。这是什么？嗯。你买了多少？感觉喝了一口牙膏。对吧？是牙膏的味道。对啊。刚刚你们谁用那个电动牙刷跟我的一模一样？这种饮料发明出来是为什么？啊！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？牙膏好吃。不，这不是牙膏，这是虎皮膏药的那种。虎皮膏药，这明明就是牙膏。是那种膏药，贴身上那种膏药的味道啊！就那种你身跌打损伤膏药的那种味道。就是那种红枣味，哦，红枣味的，好难喝啊！天哪，闻到吗？红枣味，嗯，那种红枣，红枣味，这个味道好，有点想吐了，算了，不喝了。好难喝。那个什么黑松沙土还是？风油精味可乐是这个吗？嗯。哇，这个是那个虎皮膏，就是那种膏药的味道。还有什么吗？高眼睛，让我来极限挑战。黑松，黑松沙土，那个，这名字好耳熟哦。黑松沙土，黑松沙土。哎，这里面是不是有酒？感觉我有种喝了酒的感觉。哦，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耳熟了，因为以前有个叫黑松的贴吧的人一直黑我。黑松的贴吧是什么？一个 ID 吧。好像是。哦，他松黑哦。我也不知道。怎么感觉是白天？秦霄好像烧的厉害了。都在这里说松黑。啊，是松黑，你也听到了吗？完蛋，被听到。我开这个，我开这个。对，我一直挺想见他一下的。我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？给大家喝茶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夜蝶。你就在这个时候才觉得我是大毛了。他们还可以送出夜蝶是什么？夜蝶是什么？对啊，我不知道哎。送给我和库玛夜蝶吗？夜蝶。林间声哎不啊那是悄悄悄悄的，这是什么？是香青色青色香蕉。哇，好酷！好可爱。隔壁的香蕉。他们做的很好。啊，好可爱，库玛。哦，我要记得把我的这个袋子。怎么办？我要是试一下晕倒了。中药好喝吗？真的，夜蝶。朵朵醒发卡喝过这个，但这个瓦格斯跟别的瓦格斯不一样吧？我记得之前有那个别的那个瓦格斯好像会比较好喝。喝法琳娜。唱歌。我又没有做。都是土豪啊！有人已经预言你下一句的话，难喝死定了。妈妈。不要这样。妈妈。隔壁的香蕉和的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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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格瓦斯不是瓦斯格，格瓦斯不是瓦格斯，所以格瓦斯不是瓦格斯是什么？瓦格瓦什么绕口令？瓦格斯没错，小傻鸡这是什么？喝醉了，这会喝醉吗？是男人就我不是男人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，不是追。看的瓶子怪怪的，现在是不是很晚了？大家应该睡觉了。会喝醉，真的会喝醉吗？哭吧，我还想看你喝醉哦。嘿嘿。很容易的，嘻嘻，库玛的笑的是嘻嘻，嘻嘻，一秒变华仔，你就是假货吧？我喝没感觉，真的吗？比赛队友一点，你就是假货。多喝点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是真货。这个很像，这个哦，每一个没有一个好喝的。这个很像没有糖的雪碧加王老吉的感觉。我觉得老酷可爱，老酷当然可爱了。哭，乌龟阿姨，别大家哭嘛，请叫我徐姨。林楠的口味比较奇怪，哪里奇怪？林楠给我的备注是李哥，我真是醉了，李哥，不要说出来哦。我觉得挺酷的。然后给他改个备注叫林姐，李嫂，你到底？所以今天是谁说叫徐可以叫徐姨来？徐姨，吴彦文吴妈。然后吴彦文说自己是吴妈。吴妈，他说感觉很像那种。叫我李哥。李哥。我先把哈。李哥。就是备注改成李哥，然后他后来，这里有个棒槌汉族，不是吗？老师。对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之前以为他是就是马老师的粉丝。然后我改成李哥以后，他发朋友圈，然后我一说说。不是李哥。吴妈。吴妈是情深深雨蒙蒙里面的角色。对，我是男妹。啊、哦，好痛啊！这个，他是男人。李哥，我觉得还挺酷的。李哥哥，因为之前，好可怕、啊，吴妈妈嗓，吴妈妈嗓，不要，男人哭嘛哭嘛哭嘛，不是的，李哥要哭啊。林楠是男哥，之前李哥是之前选。男妹一个土妹，为什么他是男妹？我是李哥。我觉得他是，我觉得李哥有点挺反差萌的。女生变，他没有变，他只是暴露本性了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之前许杨一卓叫我韩哥，被我阻止了。韩哥听起来还不错。是吗？对，哪像李哥听起来？李哥，韩姐。和鹿晗差一个字，徐大姐姐，你喜欢什么唱歌？韩哥、龟哥，你不是直男吗？那些弯男。鹿晗，徐沈，韩老大，你是直男。龟大大，韩哥，韩哥，哎，韩哥听起来蛮帅。真的假的？哦，那叫我韩哥吧，韩婶儿。韩哥，王海我超。我们买了超好喝的饮料，快来玩！佳佳，直播间他居然进了你的。对呀、啊，他最爱哭嘛了，我知道。哭嘛是我的，饺子。饺子，快来喝超好喝的饮料。佳佳好喝吗？好喝。哦，觉得 H， 他说觉得 H 队长的白的都很腹黑。是喝不到的饺子。龟姐，红色尖饺子 ，Hello。饺子也出现了，对呀、啊。有后。韩哥，社会，你龟哥，法号韩龟。你说什么？南姐？没有，我不要讲南姐。哭马的套路，韩社会，韩社会。林妹妹。林妹妹。林妹妹。说什么？哦，对，我今天的那个梗还没讲呢，就是那个《还珠格格》，不是在说如果你是皇帝的话要什么角色吗？皇帝。就是如果你是皇帝的话，我突然我想到了，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讲。就是我想的是让 Luna 当香妃，然后张馨演那个蒙丹。张馨好可怜啊！你不觉得张馨演的时候感觉
形象萌蛋，给他围一个头巾。怎么可以说张形象萌蛋的人太坏了？你明明笑得很开心啊！是不是？我下去一说，结果他们说你为什么不刚不讲？你觉得阿星的表情包很像萌丹？阿星的表情包让我收藏。阿星好，你觉得可以有心有灵犀？我喜欢收。我突然捡到一个架子。有某某。哎，我有架子了！耶！木根有架子。这是我的。我这个是我的。哦，这个是你的。哦，这个是你的。对，我们房间这样见到，你会告诉阿星的。嘘，哦不，他已经知道了。有人投诉我直播的时候总是不看你们说什么。仔细想想，确实有点像阿星委屈瀑布。阿星还挺开心的，他说：“耶，我又有表情包了。”解放双手是不是很爽？不会喝个这个吧？这是什么蛇草水？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最好的吧，应该。这个有点雪碧加王老吉的味道。为什么你今天这个都这么难喝？为什么没反应呢？它就是有气，那我那天喝到的是没有气的，可能已经气没有了。你那一罐可能还放了三天，尝一尝啊！啊！怎么了？没有啊！不舒服，我不敢喝。没有那么难喝，没还相对也还。是忽悠我们？我没有，我真的觉得还好。闻不到味道。相对于说来算还好，但它的气很冲。发生了什么？没那么难喝、啊啊我刚刚想说没那么难喝。是我的问题吗？我跟你讲，你是不是那个偶像节那天喝的？没有啊。哦。我一般玩游戏是会赢的那一种。啊，真的不好喝。能喝到哭。真的难喝吗？真的很难喝。你大喝一口。干嘛要大喝？因为我听你说不难喝，我就大喝了一口。我刚刚也说不难喝啊，然后结果一喝，难喝死。超难喝。没有吸管我就不喝了。嗯，吸管没有，我觉得还好，没有那么周刊少女开始了，我知道啊，秒打脸。我刚说过好喝，生活过得很辛苦的话可以喝一口这个，不管多难喝冰镇一下都喝得下。太棒了，没放点苏打吧？真的太冲了，那个气好，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啊？世界上只有可乐是最好喝的。听到了吗？你家的主页已经直播啊！假的，我就听。上次快来！我不喝这个，我知道这个。不，这个不难喝，真的是吧？对，我刚喝。这个不难喝。你懂我吗？这个是我一年前的整人方法，你现在来整我。小子骗不了。这个不难喝。快来！这个我也整过，我之前是在淘宝上面买套装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东方树叶、格瓦斯，我是在淘宝上面买的套装，一年前我就整过人了。你这些人，格瓦斯和瓦格斯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们前期太傲了，有瓦格斯，瓦格斯太土。是你太爽了，你还会被骗。来试试嘛。哦，他们说，他们有人说五种饮料放一起试试看。哇！我们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一起啊！来来来，饺子，我不喝。我们来玩吧，这样我们石头剪刀布，谁输谁喝一口。谁输了谁把这一杯喝光了。不行，喝一口就可以了。不行，要喝一杯。一杯无法。我们拿个那个吧，拿个什么控。就是控杯，控杯子，这儿有控杯子，就倒在一起，混合，你们知道吗？会爆炸，有毒， <Yeah. S 2> 会不会当场毙命？当场暴毙。我不要跟林兰石头剪刀布，因为你会输吗？对，你们觉得会？我也不要跟林兰石头剪刀布。我有线，你有头吗？好像有头，给我一个头。就那我们来这样吧，就是。先打好112，我们120吧，112是什么鬼？接歌吧，接不上歌的就喝。我们不猜拳，接歌。猜拳，我都不怎么听歌的。不，我们不要。那我们来唱李歌。李俊阳李歌。唱李歌。他们要欺负我了。哎呦，这个。我要那个啊！来吧，我们来。不要，你们是你们擅长的。拳王露娜，有什么不公平啊？那我们来玩什么东西来输了的喝呢？嗯，你看我从酷妈这里抢的，好可爱。那上面照片随便挑。真的，真的随便挑啊。有的时候谁输了让饺子喝。谁？你
女生你小心一点哦，你裙子啊，小心点，我这边容易拍到你的腿。我唱带数字的歌，唱带数字的，三三点九。哎，可以唱数字的歌，乖巧，乖巧。玩剪刀石头布，玩什么？我们要对要冲吗？这个能玩吧？来，这个要洗一冲一下吧。我要休息了，我不跟你。我就是。小智能帮忙冲一下吗？我们来对五种饮料，抓阄最公平。我来当裁判的。不要。不行，你要参与。不需要裁判。不需要。这个游戏不需要。我感觉这种事情是很注重人的，就是。不。人的信誉的。就是我啊。对。啊。我们大家注重人的信誉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是。怎么了？笑什么？信用。啊！哭完突然崩掉，什么？哈哈，没事。嗯，没事。花生医院今天晚上开门吗？不，等一下喝死了之后可以过去洗个胃什么的，说不定还有救。等一下，我没有跟到你们的笑点。过去了，过去了，过去了。你一起。什么？你要什么？他在笑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林楠开车刚刚。林楠开什么车？林楠刚开了一个大货车。他开什么车、啊、没事没事，来我们来倒饮料。那黑松不能喝吗？就是我们这样吧，我们来接歌，然后输了的就喝一口。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买这些东西自己喝呢？这种东西不是买来整人的吗？你们是钱多了吗？是不想活了吗？ 是活腻了吗？我大概一年前说八万粉的时候要喝。那你喝，那我们喝什么？大家一起分享吗？大家一起来，嘿嘿嘿。来嘛，我们来玩嘛，那样比较好玩。真是的，都不好玩。对，我不会。对不对，饺子？我只整人。我想我之前整过谁？哦，我以前整过绵羊的。我把这个石头整绵羊，绵羊喝了一口，似乎看到他的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。这个我们上次有一个什么活动的时候喝过，这个就没有。不是，我当时因为我当时还住二楼。然后还有那个透明杯子，我就把这个倒到那个透明杯子里面。啊，以为是白水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告诉他们，我说就是一般的饮料。这个、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好像在排练，我当时还住到二楼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还很纯凉，纯凉。然后绵羊就很相信我，拿着去喝呢，我就看他眼泪在他的眼眶里面打。总不如去坑别人嘛。那我们怎么坑别人？跟阿星吧，阿星一定会很傻的相信。不会的，因为我以前一年前已经整过了，他要是再被整的话，我知道了，吴彦文啊，可以。他怎么去整呢？你就莫名其妙过去，兔兔，我给你喝杯水。就说怎么整？怎么整呢？来，你们来想个办法吧。嗯，林楠好怂的。哎，你闻。我闻一下。看到我眼，你看到我的眼泪了吗？看到了，闻一下就出眼泪。怎么办？好多。一姐今天没直播吗？杏仁就这样远去了。是的，就是所有的那些难喝的东西加一起。混合了吗？你们已经？我全部都倒进去了。喝多了。还好。女神，你有毒吧？真的还好，没什么感觉的。你看。你们有积木吗？真的还好。你大喝一口。一闻不行就骗人。一口闷，怎么办？大喝一口没有什么奖励给我，我觉得好亏。奖励你一个吻，奖励你两个，加一个，就太感谢你们了。林楠，嗯，没有呼吸了，没有呼吸了，他居然还在喝。我没有觉得很难喝。你不觉得闻起来就很可怕吗？你是人吗？他是广东人。怪不得，我的天哪！我现在觉得我手上都有味道。我考虑帮你们一口闷了。别吓我，人工呼吸。我考虑帮你们一口闷了。真的假的？我来了。女神，你好拼哦！我来了。你好厉害。我是真的觉得不难喝。他们都以为你是福建啊，现在。都是你们害的。来，这三个是广东人吗？见证奇迹的时候。男哥厉害了，这是李哥。不行，你们要给我的勇气掌声。脚哥，脚哥，王哥，王哥，像他说，快点，你们给我掌声，我都
守门的我，对，我要体会一下舞台中的感觉。好，你能为了我的吻这么拼，我好感动。不要给我吻算了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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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爱拼这样，爱拼这样拼的。啊啊啊！哦，我听到了咕噜咕噜的声音。我开始反胃了。哇！这时候应该想起一首歌，《吉西里》。再来一遍。气氛靠大片，真的不难喝。爱别二姐，哎，真的不难喝，为什么会觉得难喝呢？哇，果然爱拼酱很拼哎！爱拼酱很拼，不是很拼，是真的很难喝。天哪！再来一杯吧。那我们要去，我们来去，我们拿去水。我觉得他们一定没水。我给那个，我给那个吴彦文发个微信，我挺难的。有那么难喝吗？没有难喝。饺子还饺子放弃，不是。为什么我都喝了，你们还压住我？你为什么要摇起来？我记住了。好在我的八分粉的，还可以，我那里砸掉了，完蛋了。他们今天都说我很奇怪，说我有多动症，整阿星吧。你这个是假货吧？很难喝，很难喝。我们都喝的要哭了。我觉得还挺好喝的。女神有毒。女神有毒有毒。哎呀！你这是假货吧？你是假的吧？你是假的吧？贾玲男，贾玲男，我干嘛来着？是什么？啊！摇头。我们一起给他发语音吧。大声点！真的不难喝，你们先去试一下。没有什么如果。Party girl。然后我们一起叫你。Sexy。笑容。哦。好，小小，你跟我一起游泳哦，你可以吗？为我你睡了吗？平凡你，穿上黑西装 ，Stand by，Say goodbye， 蛋包围。他们两个疯掉了。那个小分队的歌啊，没有，真的不难喝，感觉挺小清新的味道。还有你喝多了。估计格瓦斯喝多了，格瓦斯喝多了，不知道燕窝会不会了。你刚发什么？发了语音加过来。好嗨哦，这个歌还有吗？还有还有什么嗨的歌吗？现在我觉得我胃。我们来放我们的歌也可以，我们可以坐着跳。好。I hate you。哈哈，能疯了吗？啊嘿啾，哈哈，好喝吗？他们说我喝傻了，没有。来，我是那个镜子，我是镜子，我是镜子，来吧。哎哎，米友米友，快来快来，米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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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米友。不不不，你不用进来，你想喝哪一个？你想喝哪？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这些东西你想喝哪一个？有百花蛇草水，我喝过那个百花蛇，有格瓦斯。老婆，你喝了吗？我喝了。他把这些所有混合的全部喝了一遍，混合在一起，那个味道我一闻，我的眼泪就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喝完了。我觉得挺好喝的。你有一天试试下这个吧。我在喝这个。这是我今天罗森买的。我以为也是这里面的。不，这是里面。快尖叫吧！你把嘴巴张开，我这样就……这个红色就像我的。你的嘴怎么了？阿宝，阿宝色，懂不懂？熄灭了。阿宝，你有线给我煮面，你有线自带阿宝色滤镜，有点辣。你们煮什么面啊？火鸡面吗？你好直哦，好笑，好吓人啊！嘴上的油吗？红色的，好可。为了发小，换一首吧。你要听啥呀？我害羞。I hate you， 嘘哈。啊，可以。手腕怎么轻了？往上排练。下一首，唱一首 I hate。摇起来，你这么嗨呀？对啊。好可怕。好可怕。
个直播吗？对，他们三个人开三个直播。好毒吧！我本来在直播啊，他们说库曼找我，我就过来。哎，我的牛！哦，笑死了！我不能拍到吗？能拍到后面吗？啊，往这边往这边移一点点啊！他们不想拍到的后面。快到我们的趴了没有？哦，还没到。幸福被拉黑了吗？我们来配合双人舞吧。啊！孤单要跟我回家。快敲，暂时放个假。快快快！我什么都不怕。嘘哈，嘘哈。饺子已经第二次说，饺子已经第二次说我有病了。我今天公演结束之后，他无吗？经常疯了，经常已经疯了。你现在需要一个那种，就是那种乡村飞驰的那种七彩灯，七彩灯照你的脸上，有吗？就那种。有了没？快炒的干净了。六年，六年。喝，好难喝，再一个吧。我刚才已经喝过了，我只能表情扭曲到那种。这个是什么味道啊？你是可以试试。加让我冷静一下，五个人只有我是真的。闻一下，闻一下。饺子，你跟别的表情，你又闻了一下。好像一个动画片里面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什么？他们说这个还挺好喝的，有些人会觉得好喝。这条就花。我的天哪！现在请你关掉。这个人麻烦了，每次看到你我就想逃。你猜的抱怨把我整脸的脆弱，而且更堕落。你不是我想要的城堡。我已经失去嗅觉了。从不撒娇，不需要依靠，我的字典里面没有他好。I hate you, boy。他说我们四人小偶像都是小流氓，什么我们是什么小流氓？五个人，我们是大流氓。对啊，五个人，还有我。你神经病，神经病啊！你要说的赶紧来，拿起你们的饮料。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，拿起你们的假酒，我们的 party 开始了，快，你就拿这个格瓦斯，快。他们说这个是乌龙精的，是吗？拿起你们的假酒，让我喝一口奶，冷静一下。这是饮料吧？对啊。你撒了一抹一身，好臭啊！王部长，今天晚上不要回房间了，太臭了。你去徐寒房间吧。不了。去啊！二黑出徐寒。三个人怎么搞了半天，你们都在一起？对的，没有错。老咪咪，你怕上镜吗？我没事。那我往这边移。但是我们得把后面的挡，我会挡住。哎呦，头发怎么样？这个充电呢，不要给你露脸。弯成一把刀，嘴角的冷傲，他丝毫不知道，人心长出了王鹿角。礼貌越是低调越是不懂，警告世界很脏。这是很脏穿了，但不过是背心，所以有点不太好了。女生就先穿衣服吧。好的，
不，哦，他疯了，疯了，他真的疯了。乌龟里面有饺子，哎呦，我嘴巴上真的好沉重，可不可以再放一次？阿宝子，真的，你要吗？你放吧。跟妈妈有没有什么外套啊？可以再放 Girl Crush 吗？我还给你放，来了。跟妈妈，你有没有什么外套之类的？外套有，嗯，对，这样有点奇怪，看起来像没有。我衣服全都在这个被子里。嗯，好，帮我找个外套吧。我的 Girl Crush 开始了，表演。哎，对，好了好了好了。爸，徐寒 solo。这么多人没有。没有什么如果。Party girl。完了，华山音乐还开着门吗？我们把它送进去吧。我们把乌龟送到华山音乐吧。高跟鞋 goodbye， 等到我。哦，你妈的！天哪！妈的床要被你捅塌了！吓得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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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应该跳起来，乌龟。Crash！ 疯！所以你在疯！他们都疯了，说要欧了。疯！太小声了。这已经是最大声音了。徐寒有点嗨啊！这真的会喝醉吗？他们说会喝醉，但是真的吗？应该不是，因为你今天下班就一直是这个样子。徐寒喝酒。吴妈给我们下班了。一夹子借我一个吧，夹子。嗯，这手好太痛了。来来来来，喜欢我们乌龟，乌龟不是喜欢我们乌龟女主播的，请双击六六六，樱花雨走一波。哎呦，真的有！我真的有乌龟。来来来，大家双击六六六啊！喜欢我们乌龟主播的，啊，还有你说的那个那个，哇，太吓人了！哎，六六六六六，到一个位让徐寒自己秀一下，快！我没有什么如果，这个动作，快点来这个动作。我是这样子的人，年轻的时候我这样子，他就是这样的人，不是这样，我好失礼哦。徐寒完全看不到你们说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这个动作来了，这个动作来了，这个地方快！哇！太可怕了！完了吗？不！王嗨到嗨到往后掉，王哥管不了，管不了他们了。Crash， 你为什么笑的发出了猪叫？他笑到猪叫，后面发出了猪叫声。他在后面发出了猪叫声。徐寒笑到猪叫。想给大家看看这一只，会拍到我们很乱的房间。啊哈！啊，好想看！徐寒来镜头前表现一下你传说中秘籍笑到猪叫。来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想哭，想哭，想哭！让你快猪叫！快快快！笑到猪叫！快，你会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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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这不是饮料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
什么？能量太高了吧？不是吧？好可怕！这个也不含咖啡因啊。我觉得我是不是都混着喝，喝的喝一起摇坏了？我都闷了，我都闷了，全部都没有了。徐海，徐海已经在困的。是那个镜头前了，他们说你瓦斯中毒，瓦斯中毒，瓦斯中毒，可瓦斯中毒吗？中毒，哎呦，嗯，坏了，没歌了。苏晨说吗？单喝一种没问题，混合喝呀，疯。笑到出汗。啥酒牌？他说我们在两个世界。露娜完成置身事外，想把你的心装入口袋操作。好吧，别问我是谁，快跑吧，别问我是谁。阿星来了，天哪，又来了一个。别妄想占有，有的心就没有，有的你好瘦。捏自己，捏自己，捏。举左手，再偷别的姑娘一眼，什么都包，我学不会，不得随便，只不过一瞬间。天哪，雪海别抖了，雪海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随时奉陪，面对面利落干脆，三两下菜的我全部感受，就不用傻笑。外面太不像样，怎么原谅？哈哈哈哈哈！来来，大家双击六六六啊！双击六六六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一声激发，快跑吧！太吓人了！快跑吧！你没电了，乌龟！是啊，你没电了，插上电吧。没有电了，我给你放电。我有电了没有，小鸡？我有电了。等会儿在瞪我！等会儿在瞪我！我跟你讲，你要瞪我！你不要给我充电，你充电我跟上人。有的你好瘦，快跑回家呀！你这咋办呀？这怎么办？看你手头上有徐寒那两只手指甲触角吗？怎么办，乌龟？你这个充了电就没办法搞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把奉陪。哎，谁过来一个？咔嚓咔嚓，快来！喝饮料，他家快来！喝饮料。没事儿。我也没化妆。他家来喝饮料。谢谢我的背，他吃饭。他家来喝饮料。哦哦。他家来喝。对对对对对，我在那边呢。拍不到你，拍不到你，拍不到。在地上。啊！没。我给你闹倒在那里，在那边。怎么办？我知道，我猜测你们肯定在直播。这咋办啊？真的？那个，我买的盗版。哇，好软哦！就在地上，你找找吧，好软啊。你还得去找找吧。别问我是谁。你刚才干嘛？我刚才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哦。杨太平的动作啊。怎么办？你的手机放不好嘞。我的背影要吃饭。啊！但是就。啊！好机智啊你！瘦身饮料，对对对，能瘦多少斤？他上来喝瘦身饮料，请把乌龟送进医院。恰恰我今天收到了你和妈妈黑夜女神，黑夜女神啊！什么啊？麻痹萌啊！不要勾引我的粉丝！哦，并没有。哎，刚刚那个没关掉。要跟他们打招呼。他等下应该会吃吧？他被云南的美颜给迷惑了哟。好吧，先迷惑我。走吧，看我。让你自己开开飞机。对，他唱《长枪》吧，送给我。
看看，好喝。喝一口不会胖吗？就拿去吧。真的吗？哦，我想吃。你做了吗？好喝吗？真的好喝。真的真的。怪怪的。好喝。喝一口。不疼。哈哈哈哈哈。他尝了一口茶茶。腐烂的尸体的味道。我刚才喝了一种饮料哎，你跟我说有腐烂尸体的味道。我的头也不吃了，喝着还可以。我要进岭南的镜头真的好难啊！喝着还可以，喝着就是那种腐烂的地瓜皮的味道，但闻着真的不刺激吗？喝着也不好，喝着比闻着好，但闻着更刺激。拜拜拜拜！乌龟，你这个手机充电怎么越充越少啊？那我不太习惯它的充电器吧。他从10%充到7%了，真的吗？嗯，他们就是要转亏了，是老公的。大家好，我叫李李。他说你在后面像一条性感的海带。我发现是我坏话，是我笨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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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呼呼，别来抓住我。来，他说现哎没有没有，现在在充了。哎，你们可以玩那个，就每次你们在那个舞蹈房玩那个，这个。啊。这个骗他吃了。笑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油腻？你在干嘛？他现在居然说他喜欢的东西是你们。黑夜的。不行，这也跳不了。好油腻，油腻偶像。他不是很好啊，油腻偶像。不要拆线。这个饮料装的怎么这么好看？有点清醒，怎么太久了？清醒，清醒，我不给他酒，我都出汗了。今天吃的东西应该消耗的差不多了吧？不出坑的人还来放你的弹幕，转推的人还放你的弹幕。他们说饮料起作用了，踢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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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看，刺客。呼呼，纠正我。雪寒在我脑袋顶上，好可怕呀！你一边跳一边把你的这个挤掉，好像有点中年娃娃。我他们说我是什么？他们说我是头牌。头牌？你吃不吃这？你吃？我要把谁鱼吃？我倒了，你知道你要倒了，因为我也要倒了。完了，我今天好像看到有这个，我忘了拿回来。你都拿回来了吗？我拿了我的。啊，那怎么办？现在你都被你们会证明我了。是不是很好？那第一，恭喜你听到专业考试成功。哦。You never know。包括什么？这就是我黑夜的女神花朋友。我们来两个小掌柜，他的表白。今天睡着，不可能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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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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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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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苍蝇都跳坏了。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我哭得醒来了。真的吗，老婆？不要哭，在我怀里。就是那个，我在梦到我去参加一个选秀，然后那个女评委她把我给刷下来了，然后我就很委屈。哦，那是很正常的。放弃了。然后我就跟她，我就问她说：“为什么你把我刷下了？”她说：“你的眼睛长得太圆了，太像铁甲小宝了。”铁甲小宝是什么年代？你说我们一起就是一起往前面捧头是什么样子？乌龟来，你在我们这里，在我们这里，3、2、1。好可怕！我们来多坚持一会儿吧。我们先前后左右。噔噔噔噔噔。是喵过啊？你应该放我的歌吗？对，是超好看的。有多难看？对，那个踢一下腿就到了。
其实暴露的音乐是给我看的，然后我想知道怎么改的，我说那是什么包，还是到清醒。来了来了来了，直播多久了？把我的全部都去干乱。我手机我很嗨。真的他们没有刘海。小魔女学员好像有在 B 站上看吧，新番吗？太久没有看。新番我看到那个东东巨人，没有腿的东西。来来，汪峰来了，汪峰来了，汪峰来了。汪峰。看看。谁？哎，是对沈汪峰。我每次就觉得他这个看看看看，看可以考虑看看。没有，我真的没看过。我就是渣。我看过第三条，好像是第三条，我也不明白。我看过第三条吗？对吧？你也是知道。我也看过，还有个星星队长，对吧？就这两个。最后的通牒，滚！你是不是吴彦文的小号？虽然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他们说明天早上起来升旗，你们确定？明天星期天，星期一升旗吧。那明天不升旗，后天升旗。为什么你沉默了？因为我觉得你的帅是一种愚昧的帅。愚昧，你要先是干的挺，然后再退出，不会等很久。这个是你们居然切掉了我的歌，对，下一首，我的音源都是来自于饺子的翻手。我也有同学感。多好听啊 ！Follow me， 有病吧？就是我今天第三次说你有病了。耶，就是说我有病。耶，我说乌龟有病。耶，我说有病，你说有。耶，有病有。有病有。考我问题，我只想好好玩一会儿，他们考我问题。太过分了。我们今天的话题很。考问题的人静。静，你先过来摇。很超立德。那我就是。学太平分子结构，不懂装懂，不懂装懂，害得我头发炸成山。你怎么不炸呢？你该炸起来。这是我，铺满床头贴着的。我们家会不会太嗨太晚了？会。想办法 ，Follow me， 想把你的心收入口袋操作，研制成功，经历一些化学作用，就让你光爱上我。是他。我妈问我为什么点头看直播。关门放狗，喜羊羊。李青阳。关门放狗，关门放狗是金鱼，然后下一只就是我，下一只是他的，就是关门放狗青阳狗，青阳狗，放天天向上嘛，狗。就是我的头发完全关掉了，为什么每次在我开始要唱的时候就切歌？放下一首。那我们关不掉吧？
만원용량아시다你在说什么？牛牛牛阿西达是吗？不要关不掉我。要放。这样我就嗨不起来了。我们两个是镜子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来。好性感啊！快扭起来，熊孩。不行了，我害羞。你哎呦！踢我！你真的是你会害羞啊？这就是你的害羞吗？开始，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不太想来听这首歌。老铁双，老铁双击六六六。太精彩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下场对，你就这样跳。只觉得你讨好，关不掉，关得掉。关得掉。看你的焦躁，爱拉紧抱。我要你听好，别难过。我是谁？我来说好。会失败的高调。我还给你带那个带节奏特效。真的，我是虚拟的。徐寒好害羞，徐寒，徐寒真的太害羞了。像不要被人看到呀！这首歌谁？徐寒。他问，他说我们那边是不是有个华山百北院？对，我们这边有个华山医院。等一下，你真的屌！等一下完了，我们就把乌龟送去医院的精神科，让他看一下。对，基因炎症太残忍了。也会被怨在我的房间，那饭就糟蹋。我不行了，我要笑死了。他开始就只有一个手指在你头上。还在这里，我是睡不着的。关得掉。不是，我真的是太吓人了。我这样的话，我就很恐惧了。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金宝！你就是很油腻，没有很油腻好吗？好，最后一首歌，你们想嗨什么歌？谢谢大家。哇呀，来吧！你应该喜欢我，你哦。干嘛？你应该喜欢我哦。随便吧，不要了。你又失败了，打拳了。我不在乎什么时候结婚了，结婚？哇！谁考六六？哎呦喂！太吓人了！这是我的直播间，怎么会我傻？三个直播，三个世界。对，我把头发吹下去。未来在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
要知道我的应该是知道我没有怎么说。我要收了。这个时间蛮感动。这下去他们以为我是谐星啊，我要当歌手。对啊。春天就是什么，就是。没事，年轻所以我们不会。我想当一个最红的唱歌的人。我不想要靠我的幽默才华来博得大家的关注。HV 是什么意思啊？ HV 是什么意思啊？航仔。航仔。航仔。不知道怎么放了。还有百分之七十二。真的，踢出来以后就不能再进来了吗？别问昨天。有人问你什么时候中考？我的小学毕业考。你什么时候小升初啊？嗯，很难，我们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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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感觉到我的床在震，在抖，你们懂吗？英语不好，就是学生。我觉得每次，因为老师说让我们这里表现得很忧愁，对不对？对。就是每次都很奇怪，不知道自己在干嘛。我每次都看到你在我前面。我这里都是用来喘气的，我们家埋着头不动吗？不要埋，没事吗？老师不是说要动吗？然后就要说。他说说而已，他说说而已，我就不过是利益联系。对啊，我要动啊，然后我就动不到。我很喜欢这个动作，我觉得这个动作好好发泄哦。洛杉矶不好。骚扰了一场公益，好热。魔法少女。我的好热，对这个没有吃药，我有什么想法？哦，我今天没有给他们发药。发药什么药？他说你们都没吃药。啊、吃药跳，跳吃藕臭，吃肉臭，吃肉臭，吃藕臭，吃药跳。给你们看。你说我们一直这样静止不动，他们会不会以为是他们卡了？以为卡了。我们就这样不动吧。给我，这个是忍者神龟。然后不停退出锁链，退出锁链。那我就不要动了。好的呀。乌龟，你过来玩。乌龟，你不要动，我们在假装卡住。那你不能眨眼睛。拜拜。你要拜拜了吗？不是有的人要。叫我吃药。啊。你眨眼了吗？我都跳出汗。真的吗？嗯。你好热。你会让我更热吗？没有，又要来了。没有，我干嘛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俩好聪明吧？不是你的眼神已经，我的眼。你的眼神出卖我的。我不会唱。不要玩了，我的眼泪都要出来了。幼稚。眼泪已是我的伤疤，成长的滋味。咋了？忍住眼泪，不让王炸。他在他自己直播间，他不要了，他去别的房间。对吧？你为什么不来？那都是你不小心说出来的，我也太紧张，不知道说什么，然后说出了一句很不得了的话。我是不是应该关直播？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我疯掉了。你关了也不能改变你疯掉了这件事实啊！关掉了自己疯，不给他们看，太疯狂了，今天有点没收住。
你一点半了。对啊，那我们睡觉了吧？我刚刚就回来准备睡觉了，看你不在，到处找找找，结果发现你不在。因为他们让我过来，我就过来了。我刚过来没多久就来了。拜拜，大家去拆头发啦！好，你们先长发 Mio 的最后一天，拜拜。Mio 拆头发。啊，你要拆了吗？对啊，怎么现在长发呢？头发现在在肩膀下面了，穿的好正式。啊，还不错哎。他现在头发已经有这么长了。嗯，那还是很短。但是他接头发很难受啊，接头发很难受。对，我每次戴帽子的时候，感觉有人在扎我。对啊，因为我满头的。嗯。有人说出坑嘞，出坑滚！你有在唱歌？滚滚滚滚滚滚！王姐呢？那么多头发，今天辛苦了，大家辛苦了，我们也挺辛苦的，音乐会也辛苦了。拜拜，把别人的直播间当自己的用。拜拜，还给你了。好，我来了。老铁，老铁，用我的身体挡住直播。给乌龟双击666。拜拜，老铁。姑妈是我的靠山，那个啥了，拜拜，打不过来了，好，那我就不那个啥了，很坚实的配方。晚安，晚安。别问昨天疯狂的原因。拜拜，现在莎莎会炸。666，小心，小心。小心，我房间很局势很，局势很紧张。我用我的。就见不到我了。哭哭。哭哭。哭哭见不到，哭哭。算女神的小弟吗？你是他们说你是我的小弟。关不掉，不会关掉了。是吧，李哥？我是李哥，怎么会是你的小弟呢？我是他大哥。我不做大哥好多年，也不爱冰冷双眼。忘记数鸭子，那我数一个鸭子我就关掉了吧。关不掉，我现在数三个鸭子，照片我会拿的。阿赫什么？害怕，拜拜。出汗了，拜拜，好热哦。太油腻。但是上学就不想化妆啦，不知道会不会放那种半天假什么的。嗯，那我上啦，开始那个了，开始抽奖了。我现在没事不走。我们可以关完直播继续嗨呀。我想吃东西。你要吃什么？哦，我突然我有蛋糕，还有牛奶，还有。拜拜，真的关了。忘了，还有一个饭团。你是最后吃饭团。好，阿星给我的。可以。好，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驾着帆船去冲浪，恭喜你哦。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。太棒了，没电了。咕嘎咕嘎摘着路鸭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守护小乌龟的托斯卡纳。哎呀，来野狐子白花花，山山我还没有关。山山假嘻嘻，还会说假话。咕嘎咕嘎摘路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，数不清到底多少鸭。多少呢？近一三嘛。将此缘禁言，开心再抽一个，开心吗？嗯，露娜，你再数，你再数一个，二四六七八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冰块，奶油冰块，恭喜你，再来一个，四五六七八三二一，阿国，再来一个，七四八六二三，你这里好，二三啥？你没了，再来一次。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六十。熊爸爸，靠谱野兽，靠谱野兽，小号也被踢了，靠谱野兽。老鹿来一个，老酷来一个，老酷来一个，就你说我来点一个。招兵调将，勾勾和尚，有钱没钱跟我走。钓鱼翁。再来一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慢慢久看，再来一个，抽三个。A B C D E F G， 塞纳和这个，好的，我们今天抽完了，开心，拜拜，开心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应该闪过应援会的群号啦。如果被抽中的小朋友，你们可以去应援群里加入铁鸭组织哦。他们也铁鸭组织，就是被抽中的，就是铁鸭。因为属小鸭子嘛。哦，为什么叫铁鸭？他不知道，他们说的。哦，
小鼠鸭子属于对的，对的。铁鸭组织是什么鬼？老哭和你看的时候我听哭好听，什么没有看到？我要把我今天的直播删掉，我觉得很崩溃。完蛋了，我今天直播应该会立刻去删掉吧？我也不知道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偷偷存下来了。没关系啦，我看我去看一看，如果很开，看起来很开心的话，那我考虑不要删掉。不要，崩溃。应援会情号多少？你忘了？23333，我的群号都没有。我帮你看一下。不过他们会发吧。拦住老哭删直播，拦住你不要删直播。你要帮我看群号，你为什么有我的群号？裙子小心。23448 4460，前面怎么听起来像23333？暴露了。没有啦，库曼是去应援会帮我看群号了。对对对对对。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的，嗯，说晚安喽。可怕。对，23448446，好嘞。你们不可以乱飞人。加入我群的人都是爱我的人。要记住你的名字哦。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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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说说吧。太急了。好嘞，那晚安咯。晚安。关不掉。我们俩在看的是裙子号码。裙子号码。对对对对对。晚安拜拜，一二。晚安。李哥群号。